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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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依，欢迎大家入职无限超越班，欢迎大家。我知道各位一入职就接到了翻拍经典港剧 IP 的大任务，所以呢，我们也用这样一个非常具有香港地区特色的 Happy Hour 的形式，希望可以和大家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也是希望大家在无限超越班当中可以感受到努力工作好好生活的这一份意义在其中。其实我挺开心的，是来见到有些朋友是平常在香港没有机会见到的。我非常感谢他，都是特别在横店飞过来，这是我约他过来。他本来不是太敢来，就很少做综艺。对对对对，所以他问我来不来，我就有点鼓励他，我说来见我吧。暂时见识见识，还有，其实就我也是第一次在现场这么演一出戏，其实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紧张的，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想演舞台剧，但是一直没有那个机会。让我尝试到一次演舞台剧的感觉，所以我希望还有机会跟你们演。我感觉挺开心的，因为看到那些年轻演员，他们都可以当我的儿子啊、女儿啊，所以我觉得这挺荣幸的，而且希望能把我认识的东西像教孩子一样，教我的儿女一样去教育他们。那在这个演艺生涯当中，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什么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的很厉害的事情？我拍戏连续五天四夜没睡觉。哇哇，好犀利啊！唔系好犀利啊，真系好犀利，真系好犀利。那你有没有回家？没有回家，因为那个时候在横店拍戏。哦，横店。对，然后就五天回去，床铺都是整整齐齐的，都没、没躺过上去。然后我就坐飞机拿行李就走了，哇，就飞了。感戏、太难了。哎呀，我要想一想哎，你们知道谁是谭校长吗？当然了，知道知道知道。谭咏麟老师他呀他的专辑里面，我有一首歌是我写的。哇，也不错不错不错。唱两句唱两句。对对对，唱两句。我忘记了。我讲一个比较搞笑的吧。就是有一次很快就要去一个地方表演，也是在内地的。然后呢，有一个晚上我在香港，我从楼梯就滚滚滚下去了。然后我不说哪一只牙了，反正我现在这么笑是在其中一个破了。然后比如说一颗牙是这么长，他剩下这么多，我说完蛋了。然后我公司就问我说，要么我就跟他说真正的理由把它取消，我说不，我就是我觉得我要去然后但我来不及补牙了，我就唱，就是唱的漏风。那你不可以说英文名啊，对 Fiona，Stella， 说撒撒啦。但是我整首歌就大概这么唱，这声音就很萌。最搞笑是我麦不能拿开，你拿开一点，人家就看着你没牙。对。就以前那时候，我应该是第一个在泰国，然后韩国开。内地开歌唱的卖票的歌手吧。哇哦，有的。现在就是专心做演员，对不对？对对对。哦，我跳过一次瀑布。啊？对，然后我下来，因为是在国外，然后比较瘦，冲下来的时候就速度太快，我就被那个救生圈压在水底下，大概有，我不记得多少秒，十几秒吧，大概。哦。但我觉得很危险，后来就对这种事情我就再也不做了。大哥，大哥说，我有六个孩子，两对双胞胎，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而且最重要的是，汤镇业大哥说他觉得带孩子非常快乐，因为你们要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是很精细、很科学，光是给宝宝选这个奶粉就是一个大工程。那今年呢，我刚好去了这个君乐宝的优质牧场，所以在他们的工厂和科研中心，我是看到君乐宝是非常重视这个科研的，它是我们自有牧场生牛乳一次成分，用科学强化的配方和多重营养给宝宝全面的呵护，而且是一个非常懂妈妈的好奶粉，所以要推荐给有宝宝的家庭。妈妈，妈妈，妈，对对对对。哎，谁来唱一首歌吧？那柯宇，我们一起唱一首《越难越爱》，好不好？哇哦！唱好一点啊，林峰唱的。好。世界上哪里会做热梦而似火不退路？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动。最困惑那半秒钟，现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膀，有勇气踏前觅幸福，从无回望。再继续任每一种方法，定论什么讲对或错，只想知道别连累你对我失望。无谓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爱，为你早啲再期待。花开花落，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无负跳入爱海，越痛越来越爱，就是一切没记载。软弱会再有气概，跟处境比赛，在头上目前有一些感慨，让我学会抱紧撑到未来，别让手放开。谢谢，谢谢，好听。接下来要有请周杰琼和薛凯琪为我们带来《自作多情》。耶耶耶！不要持续纠缠去着梦，给我尽管跟勤管接送，不必一再问我恋情可有渐冻，时时追击如烈风。因我没有心情去做梦，把你赠送紧，只跟你操纵，不必亏欠在我窗前，想去自控，还站于笑如笨钟。今晚找个心来吧，不要失意等我吧，今晚请你归去吧，别管我已繁忙。今晚找个心来吧，倾诉所有的说话，别让这几对心里期待吧。哦、yeah! ，谢谢，谢谢各位。Hello， 今天我来给大家做一些好吃的。我们用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做，这个油超级香，做出来的牛排肯定很好吃。那其实演戏呢，既是演别人的故事，其实也会融入我们自己生活的经历在里面。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游戏很有趣。参与这个小互动的是刘耀文、陈少霞老师、沈月、周柯宇、佘诗曼老师、许魏洲和许少雄老师。规则是，我们会请各位来讲故事，但是故事的真假性质由节目组给到你们的抽签牌来决定。其中只有两个人说了假话，必须把说假话的两人全部找出，你们才算获胜。
陈少霞老师分享你的故事。